我操！好激烈啊！那怎么办呢？我操！哈哈，我也是九环，哎，我操！放个大门带。哭了。我也他妈妈的，这个人笑死我了，真是的，他两枪都不死的，扔了吧，来人了后面。外面等一下，打个药，稍等。完了，完了呀！他炸了他了，好像头也打不死。房间房还有人，我操！又来车了，有救包。屋顶上吗？不知道。外面有人。屋顶上好像有人。把屋顶上倒了。打了是吧？在扎绷带。哎呦，他妈的没打中。操！他蹲下了。